目前萨基亚的国内形势十分严峻，我们需要接受一个紧急任务。这套工作要经过匪徒控制区，我倒要看看你狙击手到底有多厉害。 枪最好的装备是狙击手。如果我们继续本次任务，就可能冒很大的风险。如果这个世界没有战争的话，是什么样子的？战争的胜负不是由冲动和热血铸成，战争的胜负主要是忍耐和煎熬。 必须有一个人留下来阻止他。妈妈。